手，扬沙沙就有好生活，如今太潦草，田野披荆修呀，都市起高楼，老爷子别一杯酒，谈笑乐悠悠。哎，南山里红石铺，家家奔富有，南山里红石铺，幸福到永久，天高地也美呀，人呀嘛人相和，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赶上了好。穿的手挽着春风走，好生活一步一层楼，顺风扬起帆呀，顺水好行舟，姑娘们嘴边一支歌，总也上了好时候，哎，呀喽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大家过年好！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浩华骏化集团独家冠名《相聚骏化》2015年全国农民工春节大联欢“回家过年”。我是主持人乔静，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牛群。刚才啊，这一段马头琴啊，这是蒙古族的少男少女他们演奏的。对。哎呀，可谓激情澎湃啊！是，所以我得问问你，啊、你说为什么在羊年的春节大联欢，咱们拿马头琴开场？哎，道理就在这儿，因为我们送走了马年，迎接羊年。哎，那羊呢？各位朋友，大家好。刚才乌兰图亚唱的是家乡，是的，这就让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家呀，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是的，尤其对于2.7亿中国农民工兄弟姐妹来说，他们常年在外务工，那么家呢，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更是不尽的牵挂。这个家到底是什么呢？家是啥？到家不用我做饭，拿起筷子来就吃。家在我心目当中是浓浓的家乡的味道。家就是辣子，没有活不了。家就是妈妈做的手擀面。家就是温馨的港湾，淳朴的味道。
家让我想起了姥姥包的饺子，就想起了妈妈那碗胡辣汤。家是一个避风的港湾，就像船到码头车到站。家就是给亲人嘛，家就是亲人，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这就是家。回家，我只想回家。我和老公来北京十几年了，反正家对我来说最哪儿都是家，只要两个在一起。家对我意味着团圆。我要给我的爹娘回家，我只想家是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他回来看看我们吧。回家，我只想回家，只想跟你说我回来了。轻轻的山上，轻轻的美，美丽的姑娘似轻轻的水，满山的山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这大过年的见了这么多热情的观众，你是不是应该送点礼物啊？啊，是啊，我对呀，一直在主持嘛。对，您得给我们，是不是应该表演一段相声什么的呀？是不是？现在啊，冉冉升起了两颗相声新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我叫苗阜，我叫王生。您看啊，相声其实非常的简单，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俩人就是让您开怀一笑，当然我这个水平是相当的一般。您谦虚了。要说还是我旁边这位王生老师，没有没有，那是了不得的人物。您太捧我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高中生，当年呐，我到底什么学历啊？这是高中生吗？不是师范大学的吗？怎么还对？大学生是大学生啊，高材生里边的中等生，这就是高中生。嗨，可以称得起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我呀，哎，您看我呀，啊，这是方面就不太好。您怎么？你看书画我都不行，我还是从别的方面慢慢的发展吧。画画您不成？画画不行。嗯，我有别的长项。您什么长项？我唱歌好啊。唱什么呀？从小我就爱听歌啊，小时候看这个动画片，嗯，咯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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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休哥啊，一偷了驴，偷谁的驴去？阿凡提的。小时候听这个，长大以后也听。长大以后听那个流行歌曲。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啊，就不听了。长大一点了。为什么呢？更多的这个流行的歌曲的人物就出现了。哦，比他们还年轻的。哎，您比如说我就喜欢那么一位周杰棍。哎呦嚯，台湾的啊，都是刚结婚。周杰伦。
周杰伦。周杰伦，哎，唱过一首歌叫《双杰伦》呐。哎呀，双杰棍，你刚不是说伦吗？人是周杰伦，歌是双杰棍。啊，我明白了。嗯，人伦歌棍，听道理啊？人伦歌棍，什么语言呢？这是干什么？干什么？快使用双杰棍，哼哼哈嘿。这人家唱的不是普通话啊，闽南语。哎，啪恰会赢闽南语，我知道，我也会闽南语啊。什么词儿？但是很多人学不了这个闽南语啊。我有一个徒弟是哈尔滨人，东北，用东北话唱双截棍，感觉我觉得也挺好。不行吧？哎，好听。能听吗？干啥去？干啥去？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多好听！这已经不是流行歌，这二人转了。这是你管这人家感觉好。哎呀，我还一朋友是北京人，北京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用这个北京土话唱，北京话也有点意思，能唱吗？一唱出来，嗯，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也好听，跟东北话差不了太多，这就慢点而已。哎，慢点。还有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陕西话。哦，我们那儿的方言离咱那儿不远啊。嗯，陕西话唱出来感觉就不一样。您来了，努索里克里马达使用双截棍，努索里克里马达使用双截棍，忒塞，硬气。这个呀，跟人这歌更不挨了，这叫。还有，嗯，四川，哦，偏南边一点。你看四川把这个干什么不叫干什么？干什么？叫、哎、这我知道，走仨字。你说的是川普？嗯，川普没意思。我说的是四川土话。怎么说呢？土话啊，干什么不叫干什么，叫 langer yule， langer yule， langer yule。后头还有快使用双截棍，快耍双截棍棍儿。好听，这不一样不一样。您能唱唱吗？这个 langer yule， 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 ，langer yule， 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哎，这比刚才那仨都好听。你知道我觉得哪个最好听吗？哪儿的最好听？咱们河南话唱出来最好听。河南话唱这首歌，干什么不叫干什么？河南话，你能啥嘞？你听说攒劲，能啥嘞？快使用，快使用，嗯，使用不叫使用，使用示范，双截棍，耶，这个最好听了，是吗？不叫双截棍，它叫勒截棍，勒截棍，勒截棍。就这个语言能唱吗？您来了，好听啊！您来了，能啥来？快示范了，接棍！能啥来？快示范了，接棍！也乖乖。哎呀，谢谢二位，真是好！大过年的，他们把笑声啊送给了大家，大家这个年就喜庆啊。那我们把掌声再一次给他们俩。这个说到相声呢，可以说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民间艺术的精粹了。对对。那我们其实在去年的冬季呢，录制的回家过年之前的才艺海选的特别节目《为你点赞》的舞台上，我们真的是见识到了非常多印象深刻的也格外精彩的民间艺术。那么接下来呢，要为大家表演的这个节目呢，就是当之无愧的优胜者。
收看由河南浩华骏化集团独家冠名相聚骏化2015年全国农民工春节大联欢回家过年。我想呢，2.7亿农民工兄弟姐妹常年在外务工，就是怀揣着对家乡这种深深的眷恋，默默地奉献在城市建设当中。所以我想呢，我们应该对他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真的，我们真是应该发自内心的向战斗在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工作岗位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向他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亲爱的朋友们，新年好！这春风，春风别来无恙，迎接着锦绣，锦绣衣锦还乡。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听一听幸福和美满的儿童唱。锣鼓和笑容上了金榜，有会唱的朋友吗？一起来，有请。欢聚一堂，欢聚一堂，献一杯美酒，心花怒放。欢聚一堂，欢聚一堂，再唱一曲有你地久天长。谢谢刚才这一组联唱的所有的歌手们所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演绎。他们确确实实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当中走出来的歌手。哎，有句话说得好，叫做高手在民间。
哎呦，我觉得这个表演太唯美了哈，真美，是不是有一种童话的感觉？嗯，有点。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始慌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你好，新年快乐，耶！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有没有人会唱这首歌的？这里，你会，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你好，新年快乐！一起来唱，上台唱了好不好？你哭着对我说。Wow!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刚才光良唱这首歌，好像是八零后比较喜欢的歌，我们都很熟悉。咱晚会是不是应该为九零后这些新生代的农民工着想，慰问他们呢？每个季节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爱放在手心跟我来，这是最好的未来，我们用爱铸造完美现在。这里大腕云集，阵容超炫，有震耳欲聋的歌声，超炫的魔术，惊魂的杂技。2015全国农民工春节大联欢，回家过年。
过年是啥？猪肉小鸡儿拎回家。过年了，这些年年有余。过年再忙也要回家。我就想说，现在终于要回家了。过年就是发年终奖，过年就是发福利，发红包，发奖金。喝酒、吃肉、打牌。过年对于我来说，就是平平安安的把旅客送回家。每年逢年过节都是我们最繁忙的时候。自打当了环卫工，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们年三十最大的任务就是扫放整齐。春节愉快，全家幸福。魔术就这么不可思议，是，这就是魔术，所以好精彩。你看刚才呢，你盘点这个节目缺什么，咱加上魔术，其实啊，还缺一个形式，还缺一个形式，还缺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
哎呀，在中原大地一提我们豫剧大师啊，胡伟林老师如雷贯耳啊。是啊，其实呢，今天能够在我们舞台上演出的大师呢，可以说真的不少。比如说呢，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一位呢，那可以说他的歌声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桃树倒影在明净的水面，朋友们，拜个年，祝大家羊年大吉大利，万事如意。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迷人的故乡，桃源荡漾着孩子们的笑声，谢谢谢谢大伟老师。说到家呢，赶着回家过年已经成为了咱们中国老百姓传统意义上的坚守的感情的回归。是的，每一年呢，到了这个年根底下，大家大包小包的带着礼物要回家过年。但是呢，在火车站呢，都会发生一些让人非常温暖而感动的故事。还得等一会儿，俺先拉个小曲儿。我没有现金了，不行的话咱们刷卡吧。嗨，刷什么卡呀？
你是把俺当成要饭的了？那你是弄啥了？俺接人了。哦，那是接人了。俺接人了。娘嘞，巧了。嗯。我也是接人了。那接人了？那接谁了？俺接俺闺女。娘嘞，更巧了。嗯。我也是接儿了。那你接女儿？啊。哎呀，这哥俩得有缘嘞。那是有缘呀。我看你这个气质。等会儿。你说我的气质是吧？嗯。继续说。你一准是个大老板吧？我不得不跟你说，嗯，我确实是大老板呐。确实是大老板。哎，你得很有钱吧？那是啊。嗯，不是特别有钱。嗯，家里边的资产也就几个亿吧。几个亿啊？啊，那你那有钱，你那儿也不得了啊。我那个儿马上就不得了了。是啊。这次他回来，我就不让他走了。我把我家里边的大企业，我就交给他了。哟。而且我这个儿啊，嗯，不是一个人回来的，哎呦，他把我那个没见过面的儿媳妇给我带回来了。菲菲，啊，到了。菲，你记住啊，等下看到我爸以后，你一定要告诉他你是音乐家的女儿。我爸是农民工。你不能说你爸是农民工，你要说你爸是农民工，我爸就不可能同意我们两个的事儿啊。那不是骗人吗？这怎么叫骗人呢？这叫善意的谎言。不是，快坐吧，快坐吧，啊，走。哎，我爸在这儿等我们呢，看到没有？那个是我爸。爸，你别叫，你叫早了你。哎，爸，儿子。哎，我儿子。善意的谎言。爸，儿子。哎，我儿子。善意的谎言。爸，儿子，哎，别说话了，你别说话，善意的谎言。你坐那伴奏，伴奏啊！我跟儿子见面了，这需要一个感情的铺垫。来，伴奏。啊。太悲啊，太悲！我跟儿子这下火车见第一面，你咋弄得像见最后一面似的？那咋办呢？你弄个欢快点的呀！欢快点，欢快的，走。行。爸，儿，我回来了，回来就好啊！我想你了，我太累了，我也累呀、啊，太快了，又太快了，太快了！我踩着你这个点，我能干到郑州去。爸，别叫了。挺恶心了，从一下车就叫爸叫爸，挺腻了。进入正题，我那个儿媳妇儿嘞，肥肥，念了，这个名儿长得可真俊呐。爸，听，你叫糟了你。帅呀，啊，你教育的很好，但是他教的有点糟。名儿啊，不是叔叔说的多，是这个社会太复杂，我得先了解你的出身呐。是不是你那个没过门的儿媳妇啊？当然了。哦。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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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啊。坐。娘嘞。闺女啊，别怪叔叔事儿多呀。你为什么要找个门当户对呢？因为你叔叔我呀，是个有钱人，是个有地位的人，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呐。如果人家说老家呀，你那个儿媳妇爹弄啥了？我这是农民工，这多丢人呐！我说没说你啊，我没说你，你别往心里去啊，没说你啊，对不起啊，我换一个换，你是好的农民工，真的。我跟儿媳妇说话了，你再给我搬个走。不办行不？不办呐，儿子办他。叔，我跟你说句实话吧，俺爸这个人呐，就是有钱任性啊，搬走。我不办，不办就不办呢，闹这个事儿，我跟儿媳妇说话来。我办，咋又办了？我任性。哎呀，那你办吧，办吧，办一个这个温馨点的。肥肥呀，
你呀，能嫁给我们家的小帅呀，是你的福气呀。爸，你这样夸我有点过了。咋了？但是说的全是实话。我娘嘞，看到了吗？我就是喜欢我儿子这个不要脸的样子。为什么喜欢呢？因为他随我呀。菲菲呀，啊，叔叔，你三岁的时候弄啥嘞？我三岁的时候，我打考第一。哦，对。那你八岁的时候弄啥嘞？我八岁的时候，二叔就第一。哦，那你十二岁的时候嘞？演讲第一。哦，那你十八岁的时候嘞？考上大学了。我问你了，我让你伴奏，我没让你伴说，弄啥嘞？再说你怎么知道人家十八岁考上大学了？我猜嘞。那你猜，你还穿来了，你猜嘞？讨厌，老头儿。他说他猜嘞，他猜的对吧？对。你看，好奇怪呀、啊，菲菲，为什么他猜的对嘞？因为，他就是我爸。你看，你这是菲菲呀，我很喜欢你的幽默感呐、啊。哎，那这他怎么可能是你爸嘞？你这闹来，你过来，菲菲你站起来，来起来起来，咱让大伙儿看看，真像吗？这个呀，哎，我的娘嘞！哎，你看这个头，你看这身材，你看这脸型，我都不忍心看了，我这个呀。你是他爹吗？我不是他爹，就是嘛。行了，你赶紧接你女儿去吧。走吧，菲菲，咱们回家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这大冷天的，爸，我知道你叫爸就叫，这现在叫可以了，但是你这个声音太大了。爸，哎，在这儿来，你上那儿弄啥去了？在这儿。爸，你可别乱叫啊！你肯定得多好家庭啊。多好的前程啊，孩子，你可不能认错人呐！沈大海，沈大海，1956年8月10日出生，31岁时，你的妻子也就是我的母亲不幸去世，从此我们相依为命。3岁我舞蹈第一，8岁奥数第一，12岁演讲比赛第一，18岁考入大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您用砖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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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砌出来的。你还说你不是我的爸爸吗？爸，爸，爸，别喊了。别喊了，娘啊，爹给你丢人了。咱跟人门不搭户不对，爹拖累你了。爸，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叔，对不起，我和帅帅骗了你。其实他就是我爸，我的农民工爸爸。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亲情和爱情，我必须选择亲情。爸，你能啥嘞？你老是跟我讲门当户对，门当户对。那我跟菲菲那可是真爱呀，门当户对要是没有真爱，那就是个空门呐，爸。兄弟，对不起喽，这让你接来接去，接来接去，接了个农民工的闺女做儿媳妇，对不起嘞。妮儿，咱走吧，回家过年。爸，你能啥嘞？爸，你能啥嘞？人坐这儿，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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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来，各来，各来，各来。你看你们几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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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弄啥来？弄得跟那个电视剧似的，给我弄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不过大哥呀，我今天呐，你们几个呀，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呀。我是有钱，我这个钱包里边有钱，可是我在这个精神上，我就是个乞丐呀。你看看啊，在你们面前我是啥呀？我就是个爸，咋说自己嘞？咋了？咋说自己？我今天就看出来了，其实我就是一个好。咱们爷俩达成共识了。大哥呀，可爱的肥肥呀，叔叔恳请你下嫁咱们家吧。你到咱们家，不但是我的儿媳妇儿，还是我们家的精神支柱。有了你这么好的精神过来，我们就都神经了，我们的精神就都升华了。行了，今天呐，我们家是三喜临门。首先我儿子回来了一喜，第二我来了我的儿媳妇二喜，第三我又认了个爹，不是，我又认了个哥。哥，哎，走，咱们回家过年。总有一种温暖让我们泪流满面。是的，我相信呢，对于小品当中的姑娘，这一天呢也会铭刻在心，因为这一天真的不一样。为什么生活越来越惆怅？年龄在长，物价在涨，梦想却没了方向。还好的事并不是我一人这样。忙了一年，只有今天的展望。过去的一切可以全遗忘。忘了失败，忘了辉煌，忘了丢了的梦想。因为今天我要为明天歌唱。哦哦哦，这一天那个不一样，睡个懒觉不起床。这一天那不一样，不用工作不用忙。这一天那个不一样，看见新的眼光。忘掉忧伤，满心希望。欢迎大家收看由河南浩华骏化集团独家冠名相聚骏化2015年全国农民工春节大联欢回家过年。其实我每年都组织这么一台联欢晚会，就奉献给我们全国的农民工兄弟姐妹。是的，刚才在后台呢也跟我们在讲哈，说您发现啊，在咱们这一场节目当中呢，好像您觉得有一个主题可以贯穿起来，要不要跟大家分享？我就觉着所有的节目啊都和岁月有关。哦，人生难得是欢聚，为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眼睛，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倾诉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精髓。一条时常红色的小河依然在小村周围，每夜的夜，每夜睡也没地方睡美。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宇宙。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全力以赴，我们心中的梦，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这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竹筐上跳，小河在美丽的村庄旁流淌。